我要帮他穿鼻翼，他是要戴环的这个地方，那么要帮他穿服帖一点的感觉，所以要穿有角度的。紧张吗？这台是有带活动的时候在用的摄影机的，啊，因为只能相机在那那带台，别在这边爬山上不方便，啊，这个就带着就好了。这个手套刚下礼拜要再去买，用量很大。现在很多人穿皮管。没有，就是因为我们鼻中隔最近是鼻翼比较多。哦。啊，鼻中隔是每天几乎都有，你看上面单子就知道鼻中隔很多。然后最近要研究的那个皮肤酸刺，搞不好又很多人要皮肤酸刺。皮肤酸是什么？就是这样。没有，就是皮肤像你的手这样会直接灌到过去带球的那一种。然后人家穿一排的，搞不好叫把它用个十字也不一定。那你不太会痛的，因为我用的人好像说不太会痛。我觉得他们怪怪的。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看影片就知道我们怎么帮你穿，比较不会害怕。啊，别人是都叫你做好就给你抖下去。哦，我直接在这上面帮你上水果的药，这样上水果比较快。这个针要全新的才可以这样粘，要不然那个药会受到污染，那是不行的。脚开一下，好了，这样把针夹住，让你舒服。OK。今天这样比较麻烦，先做这样。好，我立刻。什么什么？对啊，你是谁？好，华文啊，嘿，嘿，你也来玩啊？有，在啊，我现在就在了。啊，你要骑重机来吗？你从重机来，然后可以帮我吹鼓啊。好，那开动机来吧，看你两个人开动机来，你加控制的，我给你敲回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那待会见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这人要订做东西，他是九天许团长那个他儿子。Thank you.
你现在可以看一下，他给我放大，要可能要去看一下图。很流血。没了，静静就好。那个有血，这是肾结石了。看一下，你看我把你用梅花棒就可以搞定了。啊，因为我要帮你上比较多，你那是药了，你有本事。这个比用枪打舒服多的，跟你讲，而且不会让你被笑。包吧，赞哦！就是客人都是要这种感觉，因为这种感觉比一般的店比较没办法的客人。就他不会翘起来，因为翘起来说真的，有时候眼睛还看到那个视角，就觉得怪怪的。而且就是用很合针，就不会一直渗血出来，那只是一点点。吃下去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瞄准一下角度，他从那地方渗血出来。冷冻度还 OK 的、哦，还可以啦。要发表一下什么感想吗？嗯，刚才接电话我就吓到，没事，我停那么久。哎呀、啊，因为就是我很专业的时候，你不用担心。哎，你要扩耳没有？有，我自己扩。你要扩多大？现在6mm而已。6mm 啊，目标多大？应该1.2吧。1.2哦，女生的话是建议你一上下就好了，不要太爬太多，因为你大很多的话比较没办法喝。应该一吧，1.2那边。一的话是最多款式可以带着的。嗯嗯、啊、嗯，好。那、啊、你有需要再跟我联络哈。然后那个人呢？他很怕。